大家好，我是刘英姐，现在我到集市上来买点菜，等会回去给我爸在家炒一点菜，等会给送回去。到菜集上来买点菜。刚才到集上去买了点菜回来，现在在家给我爸把菜炒好。豆子已经马上就好了，烧好给你装到一次性的饭盒里面。豆肉、红萝卜片也炒好了。刚才炒的菜现在已经晾凉了。我怕现在装到一次性的盒子打包好，我现在就回去了。晾凉了，我现在把装好了，装好那盒子一盖。盖子一下。哎呀，这前天从老家带回来给我爸换洗的床单被罩，我现在已经洗了晾干了，我现在收起来，现在一桶给带回去。好，现在回去了。这些都是给我爸洗的衣服，现在送回去。我昨天晚上给我爸打电话，今天早上也给他打了电话的。我本身打算回来带他到我们市里面去吃那个牛排自助餐，里面品种比较多，我的意思他喜欢吃什么让他去吃一点，是不是吃多吃少，最不喜欢让他转一下，带他到处逛一逛，但是我爸不去，不去没办法，我早上起来就去买了点菜在家炒好，现在给他送回去，顺便把那天带回来洗的床单被罩都洗干净了，现在给他拿回去。今天是个阴天，我的左肩上面肩膀上长了一个疙瘩，有好长时间了，但是这段时间有点疼着吧，本身我想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但是我怕去了以后医生如果再让住院或者是不是要做一个小手术啊啥的，我怕如果我在治疗当中没办法回来照顾我爸，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到医院去，过上几天吧，过上几天尽量的让我爸到县城来，如果他到县城来的话我就照顾起来就比较方便，我就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治疗一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也不敢拖的时间太长，如果拖严重了就麻烦了。前天回来不是这堵漏吗，肯定就是修这一块的漏吧，铺这半边漏，看这里也是铺了一半，前面好像也有一段漏，也是刚修过的，我回来两次了都是绕着漏的，绕了有20多厘米漏，你看这一段漏也是刚铺的新漏。现在已经到了，我把这些东西提着回去。爸爸，我看你走着来的，你是啥？男爷爷。你刚才在对面楼上去的吗？哪个男啊？我爸用袋子装一点这个树叶，点火用的。
样的。关键跟哈巧，你说我搞啥嘛？肉都快干了哈。我从网友找人去谈了，我已经别跌下来。你看到的，他们杀了鸡的哈。现在我把厨房这些卫生打扫一下，灰擦一下，然后就给我爸做下午饭。我爸想吃烩凉皮，我就把给他用点蒜苗鸡蛋给他烩一点凉皮。我爸又给我帮忙烧火了，家里有菜呢，我怪他我现在采的可能够了。饭做好了，现在给我爸盛饭，让我爸吃饭了。摇好，你吃看么么个，你热哈。好了，油就少了哈。